本题运用技巧为 Binary Analysis, Reversing, File I/O。下面解题影片运用 Olay DBG 工具技巧进行。首先下载档案，将档案解压缩，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Olay DBG。在 Olay DBG 中开启 Level 5，浏览程式执行的状态，发现程式将读取的档案名称，使用系统管理员权限建立 privatekey.ini， 开启档案 privatekey.ini， 任意输入密码并储存，浏览程式，寻找设定中断点，在显示正确密码行设定中断点，浏览程式，寻找设定中断点，在读取档案行设定中断点，浏览程式，寻找设定中断点。在显示密码错误行设定中断点。开始执行程式，程式执行至档案读取的中断点将暂停执行，进行单步执行，同时观察右上角暂存器资讯。重复进行单步执行，直至观察到暂存器出现字串 ABCD。持续进行重复单步执行，同时观察右上角暂存器资讯。暂存器显示字串 ABCD 被转换成 SBKT。开启 privatekey.ini， 输入 A 到 Z 26个英文字母，取得所有字母的转换对应。重新执行程式，程式执行至档案读取的中断点将暂停执行，进行单步执行，同时观察右下角记忆体资讯。重复进行单步执行，直至观察到记忆体出现字串，取得所有字母的转换对应。英文字母26个编码对应排列，依编码对应得知转换后的字串。开启 privatekey.ini， 输入转换后的字串，重新执行程式。确认转换后的字串为答案。送出答案。答案正确。